Hello， 大家好，玩乐歌女来了，这一局我当好人，我是二号，黄色头发，我蛮喜欢当二号的，因为很亮。天啊，我最讨厌的任务来了，很烦欸，你们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吧？我看到这个任务我就头很痛呢，太夸张了。第一个放炸弹，接个信，再过去，不可以杀我哟！哎呦，耶！我怎么突然被关进来了？我害怕。我有看错吗？他会穿墙术。哎，这个人嘞？呀！赶快跑！哦哦，那五六都站在尸体上面，有一个是在手心，或者是有一个是面刀，放点刀到我，吓死我了。你们先票，我还是先票六，看你们谁骗了。因为刚刚我看到面刀，看到那个有人面刀，这应该是五号吧？因为五号就是我看到他有点小手手露出来，或者是我看错了。五号，你说是谁面刀？是六号还是你？你说出来。好可爱哟。五号还是六号？你是不是看到六号啊？因为五号刚刚跟我在那个厨房，然后我在厨房的时候有遇到一号，我出来门被关了，然后一号也跑了。我觉得一五狼应该比较低，然后后来我去那个泳池下载数据，跑到一半就被拍了。可是我记得五六都不在酒吧，好像是十号走过来，然后七号就动了一下，他原本站在氧气瓶那边，十号走过来，七号就动了一下，我在小吧台那边。开始我整个黑屏幕，先去厨房加工，我一回来炸弹就响了，客房买饮料，然后就没了。厨房出来有看到八号进去一下，然后马上就出来。后来五号也往左边的方向走，然后七号你等会过一个吧。六七九三个人几乎都在左半边靠近酒吧位置。我要跑经过电力室的时候，十号从电力室跑过来往左边走，所以十号死了，人一定是六七九三个人刀的其中一个。刚刚说的没有错，七号在灌酒吧的氧气瓶，九号站在里面开暖气的那个位置，六号是站在后花园门口。我也不知道人是谁杀的，但是一定是这三个人其中一个人，因为他们离尸体超近的，都没看到，太夸张了，互相掩护哦。被拍的钱我是在大厅打扫，我看一下哦。OK， 好，我扫完了要去倒垃圾，但是被拍来的时候我是在大厅。对，然后我是工程师，在大厅跳地洞给三号看。那个一开始在路边泳池接通讯，然后没有通讯，反而是炸弹，所以我就跑到左边去。那时候遇到十号，遇到八号，遇到一号，然后我要上去酒吧的时候，听到刀声，因为那边看很多人，我以为要三刀或是双刀，所以我就往下跑，所以我没有看到是谁，所以二号踩六七九，那就六七九出，七号拍尸，那边六九选出。完蛋了，六号没有声音，你是狼麦吗？怎么办？本来不想投你的，但是因为你没声音哎。炸弹是六号解的，六号一个人在后花园解的，我觉得很难讲哎。六号卡狼麦哦，对，六号卡狼麦，但是六号解的炸弹，他一个人进去解的。你就票六啊。可是七号这拍尸时间是很接近自刀自爆哦。票七是不是？票票看喽。好可惜哦，早知道我就在案发现场旁边偷偷等一下，呵呵，我太快跑走啦，什么都没看到。哎，哇塞，五六八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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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六八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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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赶快做任务。
剩两狼，应该是三吧。还好是在我打完游戏的时候才拍。对，可能我也不知道投谁。六号是狼人，可是刚炸弹是他一个人解，他跟工程师解的。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解好了，所以六号你装模作样是吗？差一点以为你是好人。虽然我说六号卡狼麦嘛，虽然我上票给这张七，三号这里法医牌哦，四号刚才在地洞跟我打招呼说他是工程，就是上一局的事情。刚才后花园除了大厅这里，后花园还有一个尸体，然后后花园的门是关起来，我进不去哈。然后这个警长就派尸。那你说你要票我，你觉得我是狼？我只能告诉你，还有一个尸体在后花园，就这样。五号是金水牌，所以现在狼坑。九号你是警长还是你只是派尸而已啊？如果狼坑的话，就是二八容错。容错看三九有没有假跳吧，我不常跟三九玩，所以盘不太出来。那目前狼坑就是二八。刚刚通讯中断是我一个人解，因为我在下载数据，我下载完要跑出来的时候就被排斥了。二号有大厅演奏，五号骗人。可是那这样应该是五八、欸。我也觉得是五八。我体检完了。我大厅演奏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应该是五八吧，因为这样坑打不起。对对对对对。九因为紧张。对对对。刚刚五八一起。对对对，五八刚互保，先投谁？八八八。五号好了。啊，五五五好，五五五，不要分票哦，五号五号。对对对，八号站在九号旁边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应该不会投错吧？哈哈哈哈！好险，法医刚刚有说后花园有一具尸体，那就坐实了五八就是狼啊！哇哦，厉害！我们警长太给力了。如果法医没有说后花园有尸体的话，我还真不会想到五八，因为你说有，就证明就是五八了。真的，关键的一句话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玩乐哥女，欢迎留言给我喽，拜拜，下次见。